年时间，当毕加索遇见贾克梅蒂。这个展览举行的地点是巴黎毕加索博物馆，举行的时间是2016年10月4日到2017年2月5日。它汇集了毕加索和贾克梅蒂两位天才艺术家的作品，让两位大师进行对话。我们面前看到的就是贾克梅蒂的雕刻作品，他是瑞士超现实以及存在主义雕刻大师，也是一位画家。他的作品反映了二战之后普遍存在于人们心理上的恐惧与孤独。他与毕加索年纪相差20岁，但他们上个世纪都曾经在巴黎居住过很长时间进行创作，作品的价格也都在拍卖记录上名列前茅。因此这一次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相遇真的是世纪碰撞，非常难得，在巴黎艺术圈引起了不俗的反响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